始来，先来一张 ，perfect。喂，行了吧？都几点了，还去不去吃面？走了哦。做菜不用花生油，豆腐要去发霉的，生笋嫩的我忍不住偷吃，臭鳜鱼好瘦，半信半疑。油菜花里藏着奔跑的少女，边玩边吃，边吃边玩，两个恶货带你踏个春 ，Let's go！ 哎，柚子， yeah. 你知不知道 CD 最地道的早餐是什么呀？不知道，天线那边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啊，这都看不出啊。对啊，怎么那么笨？你知不知道啊？吃东西好了。Oh, 我爹。哎，导演。哎，老板。导演你好。老板。你说。有什么好吃的？你喜欢吃汤面型的还是干面型？汤面型，这是什么油啊？哎，黄黄的。菜籽油。好。油菜油。煎蛋，煎蛋。哦。老板，你要吃什么嘞？你要吃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哦。我想吃这个，又想吃这个，好纠结。这个水是。山上摘下来的笋吗？啊，这个就是。要吃汤面型的话，就吃这个。那干的嘞？干的话，你就吃个拌面好了。比如说酱蛋面，酱拌面。我好了，我就要这个吧。啊，这是。那我要个野生的石面。啊，行。哇，这个蛋煎的好看啊、哦。那必须的。新鲜的蛋。中国面条的做法有很多，四川担担面、北京炸酱面、上海阳春面，可是安徽好像怎么也想不出拿得出手的耶。老板说，西地每家每户的面都是纯手工制作的，可特色并不在面上，而在酱料和配菜上面。酱料的鲜，汤头的甜，全因为采用了当地最新鲜的食材。豆子，我跟你说，你的面绝对没有我的好吃。真的假的？你看，我这个虽然看起来普通，对，但是它精华都在下面，重点是它的汁还有它的蛋。先让我吃，吃一下吧。哇，是不是很漂亮？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吧？有点像茄子的味道。对啊，但是。它又有别的味道，因为茄子放那个蛋的香味，整个在面条里面。你看它酱里还有一点肉末，辣辣的，很下口，很顺口。你的怎么样？是比不上我的吧？这个笋可是新鲜笋，你看山上摘下来超嫩，吃是吗？来，还有吃点，还有肉末。我觉得这个肉末应该是炒炸过的，很香。这个笋蛮清甜的，这味道就是比较嫩呐、啊，很爽口。嗯，那就打平吧。哎，漱口香味，吃啥？香也好啊。怎么样？哇，有点辣。是吗？对，但是它吃了之后就还有一个那个笋的味道。我觉得笋有点味道比较重，但是汤就比较淡，小面汤嘛，就中和了，就。哎，那就打平吧这一局。还有肉。那再给我吃一点点。吃吧吃吧。还有我嘞。但是你那个油好像很香。卤肉。对，我觉得这个油有点特别，不像我们平常吃的那个花生油。老板。有卤肉吗？陈老板在忙，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感受了。这里的酱拌面和平时吃到的不太一样，酱味它并不会因为太浓而掩盖着面香。它的酱料有点辣，还有一点豆香味，面条根根分明，每一根都可以充分的沾满酱汁，吃到嘴里完全是多层次的享受。而柚子点的那个水笋肉丝面，口感蛮清爽的，那个笋的鲜度把整个面都提升了一个很高的档次，汤清甜而不油腻，究竟秘诀是不是在用油上面呢？什么汤？
是都是、啊、植物油的嫌疑、哦、那是你们自己种的对不对？然后自己拿去榨油。哎对。哇，那很天然。刚刚老板说呢，这个油，这个面啊，这个煎蛋用的油都是菜籽油，但是我没有吃过，像平时吃那种菜籽油那种，有一点呛味的，对，而是很自然的。然后老板说就是那种因为工艺的原因，加工工艺可能这边安徽这边的菜籽油加工工艺跟我们其他地方的不太一样吧，纯手工，对，很好吃，而且因为它的油菜花太多。其他地方有些蛮没这么漂亮，没有，这边都是满地都是嘛，我觉得可能也有吧，山水的原因吧，很棒，不错，面真不错。哎、欸，我们再看一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吧。街上的生活，毛豆腐开特点，什么东西啊？不知道，没有吃过毛豆腐。哎、欸，老板。这就是毛豆腐吗？对，这就是毛豆腐。啊、哦，上面真的可以看一下吧？真的这么多毛啊？这些毛可以吃吗？这个毛是益生菌，是可以吃的。对，是加入我们自己家做的那个菌种加入进去，然后发酵，我们到六天才长得这么长的毛。哦，那我们先来一份吧，尝一下先，先尝一下，吃一下，吃一下。其实来安徽之前，我就已经做好功课啦。毛豆腐可是安徽特有的食物，因为这里气候潮湿闷热，给那些菌丝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生活条件。而这家方兴玉毛豆腐是毛豆腐界的老大，我们又怎么能错过呢？谢谢辣椒酱。快试一下，试一下，你先吃。我做的了。来嗯。哎，它这个看着，跟那些豆腐干跟软豆腐的不同，有点像，好像是介于它们中间的，有点像腐乳的感觉。这要比腐乳，有点软糯糯的。嗯，跟它豆腐一点。哎，沾一点这个辣椒酱。你有吃到那个菌吗？菌丝吗？对。老板说那个菌丝都被煎成脆脆的皮了，就是这外面这一层皮。哎，我有看到一个毛，哎，就是菌丝。对，这个还没有油。嗯，很均很均。好软好软，对。这个有特色的。哎呀哎呀，听老板说，这个豆腐是要配他们家的酱才更加好吃。是。咸咸的辣椒酱。好吃好吃。我们两个怎么像吗？哎，我喜欢这个皮耶，偏脆，菌丝煎成的皮，它的营养都在它外面。其实也不会，不过我觉得它可能更有口感，营养价值更高。嗯，你闻一下吧，没闻过，没有什么怪怪的味道，挺香的，就是油煎出来的香味。对不起，说毛豆腐实在让我大开眼界了。刚刚老板还说，毛豆腐的烹饪方式多样，其中煎炸是最可口的，口感外焦内嫩，再配上辣酱、玉米酱，中和浓郁的豆香味，毛豆腐独特醇香的味道就会完全演绎出来。哎，我还没有吃完 ，Apple， 你要带我去哪里？喂喂喂喂喂，别走这么快，等我啊！我们家水泥地墙的，是打雷神。打雷神。哎，哦、下雨打雷就冒出来。哎，我们这里叫打雷神，它早得很，现在，是吧？打雷的时候它就有了。嗯。这边的笋冬天不长的吗？嗯。啊。这边的笋冬天不长。有冬笋呢。冬笋呢？它地下吧。哦，就埋的地方要挖出来的。哎。到时候要不给我砍一下？可以啊，你就砍啊，你就挖。来。嗯。你先吧。对。我来。哎呀，怎么这下就拔了？这个可以拔。可以，还要短一点。到没啊？哎，不行，要吃头。啊，不行，要吃头。啊，
行了，哇，你真的拔出来了，连根带气，这有点难拔。行了，是不是老了点啊？还好吧，不拔它更老。哎呦，好痛！看一下，看一下，这它不是应该下面有一根绿翠翠绿绿的？这个长得太高了，就是一根竹笋。这种竹笋都是切片，所有竹笋都是切片。我听到泥土咔啦咔啦那个根断的声音，可以啊，可以啊，干不得，这个加油加油，好哇，要除好深呢，有了，出来了，可以了，这个绳子挖可住了人，它那么深才那么小只，看，这就是刚挖出来的新鲜的笋，哎，好多水啊，闻一下有没有味道？对，那有一股很清新的，像怎么形容呢？还有一个，还有淡淡的，它表面的水质都不同一点，好可爱，毛茸茸的，这个就好像小一点。没有，为什么那么多毛啊？因为叫毛笋。叶子。它叫毛笋，所以。毛笋啊。因为有毛，所以是毛笋。这些笋它一般是要长多久？就是从它播种开始。这个不是播种的。是自己长的。是冬天的绳子，它都是表面。哦，就长一个季度了。它表面上一般会给它挖起来。嗯。对吧？再到了春天以后，春天以后呢，那个冬天那个绳子，它就慢慢的长起来了。长起来看看它是根深不深，就是根深的东西呢，就看这个苗啊头。哎，它是那个呢是黄色的啊，就是黄色的，说明它的根深。哦。哎，它的阴阳根。阴阳足。足，就是那个尖的、轻的，它阴阳不良的。哦。哎，就这样个区别。也就是为了更好的长这些竹子用。哎，对对，哪些竹子可以留个留种子，留竹子就可以看你的选择。出来怎么样？就这样子。那这个笋新鲜吃的好吃，还是要晒干吃？马上拿去炒肉，你好吃。马上吃。还等什么？挖了一上午笋，我肚子又开始咕咕叫了。不过吃饭前还是要给大家普及一下知识的。竹笋虽然一年四季都有，但是要数春笋的味道最好，尤其是清明时节的笋更加鲜甜肥美。无论是新鲜的炒着吃，还是晒干焖肉吃，味道绝对一流。哎，说着说着，我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但还要放盐吧？放一点点就好了。差不多，差不多啊。还放盐吧？那你自己放盐呗，手边。啊，在这一条小笋里吃到了那个油菜籽，还有跟那个腊肉的味道。我那个糖啊、味精的都不放，就是这样原原味原味。哎，就是哎，好咸了，放那么多。是辣了喂，来我来搞了，搞起来就让你们去吃。哦，好，让你们去吃，小云一点吧，好吃，是好吃，好对啊，哟，干的更好吃。嗯，对啊，干的更好吃，干的可能它那个味道更足。嗯，漂亮不？正跟阿姨说话，我赶紧偷吃去，太好吃了，根本停不下来。这个笋是今天早上叔叔去山上摘的，然后呢用开水煮过之后再晾干，然后所以它已经没有了新鲜笋的那种有点涩的味道。然后呢把猪油炒炸出来之后呢，笋就吸收那些猪油，所以现在这个笋非常的香。噔噔噔噔，哇，鱼来了。肯定啊，这就是出得了厨房进得了厅堂的我啦。嘿嘿嘿嘿嘿，你怎么都吃光啊？那我吃什么呀？太好吃，鱼被鬼吃了。我错了，快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招牌菜臭鳜鱼啦。那刚刚我已经在厨房偷偷学完了阿姨的秘诀哦，以后就可以自己在家煮了。我告诉你吧，怎么煮这个鱼嘞？先透给你个料吧。首先假装这个是鱼，这个是锅，先泼。泼一点油下去，用那个手指插着那个鱼嘴来回这样转两下，这样会怎样？这样有什么效果？就是这样先让那个鱼不粘锅啊，就是很快的这样戳了它吗？啊，对，就是它那个油之前还要放一些盐，然后就把鱼放上去翻一翻。哦，
这翻的技巧要有点快，但是又不能过快。插在鱼嘴吗？不，用手。手插在鱼嘴里面，就这样。哦，然后期间呢，其实还要这个菜呢，虽然看起来好像蛮容易做，其实要放很多的佐料，那有酱油啊、醋啊、酒啊，还有猪油、油，对，生姜、大蒜这些都要往里面放啊、哦，还有辣椒，对，最重要的还有水，然后就在让鱼在里面焖。焖就大概15-20分钟吧。那要了。这个鱼的时间要焖长一点，才能让那个汁吸收进去。嗯，然后再盖上一些葱，然后就可以吃了，对不对啊？对，说的太好了。来，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吧哈。哎呦哇！哇，这个鱼的肉蛮结实的，煮了那么久。打开看，里面好嫩呐、啊。我们要蘸一些这个汁。哇，哎，好吃哎！它那个酱汁都进入那个鱼的身体里，是好吃啊。对，然后它那个鱼好像本来就有点咸味。哎，本来就是咸鱼，你们腌过的。哎，对，很鲜甜它的肉。哎，是好吃的。而且它没有骨头。骨头很少。就是你那个筷子一夹过去，它就是差不多是分片的。对。夹起来就像是鱼片的感觉。小朋友吃起来特别方便，因为根本就没什么刺。哇！一夹就出来了。有那么会做菜的老婆，好吃，真是太幸福了。可是这一路上顾着吃，一件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那我来，那我就跟你来。不要甩人家话，人家是有花粉的。他说被你甩光了，快进来。花仙子来啦！